有声音了吗？哎呀，有了吗？有声音了吗？没了，我这个好像，嗯，他说我这个不能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这声音在这里。啊，你看啊，我们今天呢？现在好了，能听见啊。现在我们今天又来谈谈这个啊，这个财富的重大啊转移和分配的问题啊。今天早上呢，我看到这个《富爸爸穷爸爸》那个作者啊，叫罗伯特清崎，对吧？他说他现在那个书呢，已经发到了4000多万册了。他现在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吧？他到处演讲，他现在都是搞视频。他曾经和川普写了一本书，写过一本书。他最后他里面也写到了，就跟川普写了本书。对。讲的那个事情，就是现在啊。对。他的，因为他们俩合著了一本书嘛，他就是讲现在钱，对吧？对。到哪里去了？对吧？就是现在财富呢是越来越卷到1%的人手上去了，对吧？对，他95%的财富都是在1%的人手上管的。现在呢，这个很多这个中产阶级呢，把钱存在银行里面，然后呢，每天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对吧？血汗钱。这个，然后呢，这个联邦局钞票一印，你那个昨天讲那个叫纸票就变成一张纸了，对吧？越来越不值钱了啊。那个这个财富啊是这样，这个一般的人就是买个房子就这一辈子就上套了，这个 mortgage 估计就得到60多岁70岁才能还完了。他已经套住你的叫房奴嘛，对吧？他就是这个财富呢就基本上来讲没有了，到年老了能够剩一套房，你知道吗？嗯，关键问题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嗯，你要买一套房子专门能付还不错，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呢一辈子从年轻的时候有一套房子住，对吧？老了这个老的房子呢，30年以后就还掉了啊。30年以后这个房子才是你的，但是，就是，但是很多人没有到30年，对吧？嗯。打个比方说，你买个房子，你一下子失业了，对吧？对。没工作了。你父母只贷款了，对吧？那就是银行的了，是吧？全部是银行的了。啊，对啊，本来就是银行的。但是你要知道吧，上次说啊，你们大家都不要付首付，每个人都可以买房子，让全民都有房子。来一场金融海啸。嗯。对吧？金融风暴2008年，这个叫次次贷款风暴嘛。然后呢，银行把房子，特别是那些管钱的 hedge fund， 对吧？对，就是便宜的全买去了，明白没？你刚才讲的，假如说你一辈子买个房子，最多30年、50年以后是你的了，那是算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你走完了整个历程，对吧？啊，你这说的也太惨了，连套房子也没有啊。很多人没有了，明白这事情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吧？我本来你知道吗？我在98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很成功的吧？啊，对。我那个时候
不是，我那时并不是有钱，我有胆量，明白没有？那个时候呢，98年那个时候呢，不要什么首付，明白没有？但是呢，我还是借的钱，因为我有 credit 比较好嘛。我就在银行里借了，我买了一个418000的房子。在北京。那相当不错的房子了。那个时候是相当不错了，就现在已经20年了。对。然后呢，我在银行里面，就皇家银行贷款了35万，明白没有？我只付了7万。后来我想的话，这个钱不能套在那里。后来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次次贷款，叫二贷。我又贷了5万。你这属于胆子大的，我说的啊。然后呢，我就花了18000，我就买了个42万的房子。41万8000的房子嘛。然后，这后来通过10多年以后，20年就疯涨，对不对？对啊。然后赶到时候嘛，对啊，他肯定是涨一倍了，差不多。我在08年的时候，我的房子呢是翻了一倍。对啊，应该是。现在的话，后来到2017年的时候，已经翻了5倍了。从40万，我的房子在17年的时候值200万了。你懂吗？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开始的不懂，对吧？我那个时候打官司，2011年、2012年。就忙着打官司去了，然后呢，签了几个月的这个房屋按揭，但是呢，其实我们付房子按揭是根本不成，每个月都不成问题的，对吧？我即使有问题，我每个月租给人家去，我也可以付那个按揭嘛，你懂吗？对。但是呢，忙忙的就搞不清楚，后来就跟那个皇家银行，不是跟那个 TD Bank， 他说。你要把这个钱付清楚，我说这下子，我才你欠你3个月，我的房子都已经值好几十万了，对吧？然后呢，本来是 refinance 的话，那就可以拿出来很多钱了。后来就开始就不明白，我说我等一个月给你吧，他说这个不行。他说你的事情已经到了律师这个我们那个 legal department 去了。那我说去找那个 legal department 的，对不对？他说不行，你不能找我，你要找律师来找我。我说我的现在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得再请律师来找的。对呀、我的钱都已经我的房子在你那里，我的钱都对吧，就那个了。就没钱了，因为当时证监会不是把我的钱冻结了嘛，就是我冻结的钱，就是我那个房子的钱，你懂吧？我借银行后来我本来是借皇家银行35万，我从 TD Bank 借了60万以后，我就把皇家银行35万还掉了，还掉以后呢，我还有20万，对不对？我就放在那个我的投资公司，就是我那个叫基金嘛，就是。我是一圈例子里面的放里面去了，去炒股票，就是炒外汇，跟投资人看，我把钱就放了20万放在那里面去了，把那个 TD 把 Lloyd Bank 的35万付掉以后，就把这个20万就是放到这个我这个基金里面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就两个投资客户也比较相信我，他也就放了15万，加起来有35万，现金在那个。Interactive Broker 里面，然后那个是3月16号拿到的钱，到3月19号的时候呢，已经变成这个从35万变成44万了，而这个钱呢，就没几天就被证监会冻结了，对吧？我的钱，我借在房子的借在银行的钱，被证监会冻结了以后，那我不是。更还不起这个 mortgage 了，对不对？另外的话，那个钱我也没用，我除了付 mortgage 以外，我还要，我付了付自己 mortgage， 我还要付我那个钱的利息啊，对吧？对啊，那当然。我就是双倍了，你知道吧？我这边要付，我那边还要付利息，对不对？我不是借来的吗？
然后冻结了，因为那个钱呢，如果不那个的话呢，按理说我就把那个钱还给这个 TD Bank， 我的房子不就没事了嘛，对吧？就把钱拉出来，因为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都清清楚楚的，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对不对？当时没有别的钱嘛，然后就是他要我就找 legal department， 他也是我的这个钱冻结了，冻结以后呢，要我去找，又要我找另外找钱去找律师。后来一拖一拖一搞一搞，十五度就把我的钱，就是银行借的钱呢，被律师搞走了，因为他每个小时700块钱，900块钱一小时啊。他说我还给你 discount， 他说，啊，他只是喊个价钱100，假如1000块钱一个小时啊，他说我给你 discount， 他说我900就可以了。哦，对，哦，还有个 10% 的 discount， 对，他说我给他 discount 10%。他拿了我的钱就这么一 discount 一搞一搞，就全搞完了，然后我的房子付不了吧，又也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经常是这么玩的，对吧？但银行里面尽管是把钱借给你，其实呢，这房子不属于你的，那当然，这属于银行的，这除非你是全部付清楚了，对吧？对，他随时都可以要你把全款付进去。当你有麻烦的时候，你怎么能让全款付进去呢？你知道吧，这个律师行啊，这个生意是一个巨大的生意，他跟银行合伙的，你明白吗？所以呢，太黑了，太黑了。银行呢，这个东西呢，一搞就把你卷到那个法律程序里面去，你搞不清楚呢，那个律师行呢，就把那个银行的钱就弄回来以后，全是他的了。哎呀，这个对你这都是小的，我今年见的最大的是那个叫 C 那个叫那家上市公司叫什么，那才叫黑的，那首先呢，这个做空的人把这个股票打到2毛多钱，对，这个然后呢，2块钱到2毛钱吧，对吧？那从70多块钱打到2毛钱，对呀，打到2毛钱呢，那么这个从账上来讲，理论上来讲，他这个公司这整个市值已经不足以还那个贷款了，对呀。然后呢，但是这中间呢，他手下有这个一块地就是30万个acre，然后呢，那么这就双吃，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管理层和借给他钱的人，那么就把原先的这些债权人和股东，对，全都杀死。对，那么最后一股就只剩下5分钱了。对，最后折合5分钱，然后呢，新来的这个银行，新来的借款的和管理层就把这个公司吃掉了。对，这个公司那些土地值多少钱呢？对呀，这些股东和债权人都没了，一个人只剩下5分钱了。对呀，70多块钱剩5分呢。对呀，我在上面是受了很大损失的。我实事求是讲，今年要没有那一个损失的话，我就做的只有很。你也在里面操了一句是吧？哎呀，我在他就是破产重组嘛。我在上面刚开始赚了钱，后来就赔了，大概在他身上赔了10000块钱。对，那也不多啊。那你要说我们呢？我那个身边那个朋友啊，几个亿的东西也就这么搞掉了。是啊，他这我们那个当然，我那个事情是个小事啊，当然了，就我们讲的话，相对老百姓来讲，就是银行是怎么样去把老百姓的钱全搞去的。哎呀，这太黑了，黑暗的简直你就没法受了，就不明着抢。我们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呢是几层？第一呢是美国的联邦局，他是一个幕后老板，对吧？就是说他控制整个这个国家或者世界的这个经济命脉，对吧？第二呢，就是这个银行跟律师行，对吧？这是其实是最大的风险。其实上我们那个所谓的证券会啊，这个会啊，那个会的这个协会啊，那个监管机构啊，都是他们的打手，明白没有？我跟你这么说吧，你挣的这点钱，对，所有的人都看着呢。对，这个证券公司收你的手续费，还偷偷摸摸的多收你的钱，还让你，他不是可以贷给你款吗？对，我不跟你讲，原先说过，那个证券公司竟然从软件上给我挖坑，让我的钱还不了。
对，永远带着款，一年就9%的利息他就收着我的。对，那么这是证券公司在偷你的钱，对，银行也一样，银行每个都是偷你的钱。我所有的这个证监会呢，也瞧你小子他妈的，我把你干掉，然后他就能这个可以分赃了。对，所以呢，就其实呢，你知道，在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在中国呢，大家就觉得过韭菜吧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懂吧？大家都比较容易看明白，但是你在国外的这种呢，你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做了，明白没有？就是联邦，你看他做的事情，啊，对，你以为是他是帮你的，对吧？证监会，啊，这个协会什么地产协会、证监会这些监管机构，都是你以为他们都是保护你的，对吧？其实我仔细研究过，就是说这些挣钱的方式，对，挣钱的方式，你比如说这个。大家普遍都知道打工的经商的这些大家都知道怎么挣钱的啊。对。你还不知道这个特务是怎么挣钱的。嗯。这个特务啊他把你的这个黄色录像视频拿了去以后他就可以黑你。对。他就可以黑你。对。这个黑社会官场是如何挣钱的。这个法律我跟你说法官怎么挣钱。法官，我曾经给法院里准备搞个软件，然后就是法院里，他不是这个经济庭，你知道那个法院里经济庭没收的那些财产，王伟拿钱用什么东西写的？用铅笔写的，对，减50万，减100万，连个圆珠笔都没有，用铅笔写的。我给你这么说，这个以黑社会的名誉把这个企业家的钱就全抢走了。对呀、啊，我跟你说，最快致富的是抢，你知道吧？抢你的钱，这才是最快致富的。你像这些黑社会啊，像官场、啊，你知道薄熙来原先扫黄打黑，就是在那个这重庆，打了1000多个企业家去了。对、啊，我跟你说，中国这些企业家最近有一批还在监狱里了。对，中国这个企业家各个每个人。用黑社会的这种名义去抓进去都不会冤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这个中国的生存环境就是这种生存环境，有政府你不能不管，对吧？对。那么黑社会它是存在的。嗯。那么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要想经商，你这任何的势力你都不能得罪，对吧？那这些黑社会一定会来找你的。对。对吧？因为那么你和黑社会如果一旦牵连上一点。就可以以黑社会罪来抓你，对，所以在中国为什么说的过一阶段他就打黑呀、啊？打黑实际上是打企业家，你知道，把企业家弄到监狱里去，把这个钱就成你的了。因为我跟你讲啊，其实所有的目的呢，就是看到哪里有钱打哪里，明白没有？对啊，你没有钱打什么打？打比方说，你那农民那吃不上饭的，他怎么不打去？他会打你干嘛？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没钱，谁管我们，对不对？想当年你有钱的时候你一旦有钱了有名了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搞你了你知道吧他就有办法了因为你像我那你说我跟你讲我是做的是最正宗的对吧最老实的一种方式最原始的对吧 对,、啊、对吧你看我们对吧又每一笔账的清清楚楚在银行里面每一笔账的清清楚楚在投资公司里面对不对没有一点这个灰色的东西都没有啊然后呢他也会找到理由来搞你啊对吧搞你的事情总是有办法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要跟你讲啊你呢因为大家都因为一般的人呢你如果没什么钱呢你也不用操那么多心对吧也没 nobody care about you, right? 你没人去管你你知道吧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我有名大家都跟着我来对吧反正是正面的力量反面的力量好对吧还有高手当中的高手你知道我给你再举个例子高手当中的高手就是坑银行对坑银行带你原先的时候我碰见这种事情太多了对海航带7000亿对你知道啊带7000亿这个直接还有我在国内的时候碰见一个澳门人对澳门一个姓谢的
他说这个人回到澳门啊，黑社会白社会都得保护他，因为这个人身上有300亿，当时有300亿的那个贷款，黑社会也得保护他，是白社会也得保护他，甚至黑社会的他都欠他钱。对，所以用秀把这个人死了，你要上哪要钱去？对呀、所以回到澳门呢，那么这个相互黑白两道都受保护。所以最牛逼的就是你欠的钱越多，你这个价值越高。哎，好，你拥有的钱多，我跟你讲，你的目标就越来越大，人家就会搞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中国成四大管理资产管理公司，清理那些三角债，就是那些欠银行债的。对，实际上这7000亿。没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支持，他能贷到7000亿吗？对呀、你说你普通人能贷到7000亿吗？他本身贷款的时候就没想还，你知道吗？这个钱他是不还的。我看到在中国吧，这个东西呢，我们是那段时这30年也没经历过。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话，他们是借银行的钱是没有想到要还的，对吧？就是说把银行的钱拿出来以后。大家就分掉了，我跟你讲、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呢，你要搞投资也是，你拿了投资人的钱就是你的了，对吧？抢嘛，看谁厉害了，对吧？所以呢，我像我这种地方的嘛，比如老老实实的，啊，人家把你搞个名字是那样的，人家以为你也是那样，我也是那样的，对吧？你这个，你是唐先生，你这个，你当时做的这个太小，你要是和银行打交道，你比如和中国银行太你欠他的钱那你是老大，对吧？你这现在你就那几个小散户，他天天就不去找你去，对吧？对，太麻烦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呢，你讲的没错。那你说了，我当时有那么多钱的话呢，对吧？我是到哪里去银行里面贷款也好，到这个贷款公司也好，我也没必要给、我也没必要说给投资人1%回报或者40%-50%回报了，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了一点钱呢，假如说我给前面的100个人，对吧？1%高点回报20-30%，对吧？对。到后面的时候，我有那么多钱了，我们就可以跟银行去要钱了。你现在跟你讲啊，对。现在你只要有钱，很多那些就是贷款公司现在的利息特别低。他现在呢，每天都在找我啊，零利率了都，不是零利率，他一般都会要个3%。他说我借给你10年，如果你说你在中国人民币又升值，他，是吧？他有时候看看货币，他也愿意。有些东西他为了保值，他就要美元，你们了。所以现在呢，我在国外呢，就是什么，我那个领英网里面专门那些，就是那些机构投资者啊，什么风险投资的也好，机构投资也好。他们很多的钱一跟我讲吧，就是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个亿的。他说你要多少，我们给你多少。但是问题是在于，他首先就是说，你要一些申请费啊。他说我们就要办手术，要有个手术费吧，对不对？啊，你说一个亿，你的手术费要多少啊？对啊，我这个利息另外的费用呢，就是啊，利息是小事情啦、多少利息都没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做，你要做生意，几%的利息你都付不去，还做什么生意呢？对，对不对？关键问题是在你开始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你首先要有点叫什么申请费，就是手术费吧，对吧？前置费用嘛，对吧？啊，他有些公司是这样的，他要你还要包装啊，对不对啊？你要把你那个公司啊、基金啊各方面，你要给个公司包装成为一个投资的产品，这个不难嘛，对吧？你有那个 operating team， 对不对？你有那个团队，你有律师、会计行，对吧？这个各方面都有，对吧？该注册的注册，对吧？这个东西是不难的。年轻的时候我不懂金融啊，年轻不懂，大家都，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啊。你说懂的话，我们还费这么大的劲呢、一下就搞起来了，对不对？想当年我刚开始起家，400块钱到40万，也就是用了3年的时间，一分贷款没有的。那个40万买房子，一分贷款没有，四十万你那么现金呢、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比你稍稍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mortgage， 你知道吧？对对对，那个时候买房子一分钱的 mortgage 都没有，就都是现金的，必须用现金，是42.7万，然后我又花了3万块钱的这个来装修我的房子，那是九五年，那个九几年的时候，人家说买房子装修房子比买房子还贵啊，有些人。啊不，那个3万块钱装的很好了，3万块钱装的很好，那个什么，那是我这个刚开始，后来做生意一直就没贷过款。到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到加拿大以后，可能贷的唯一的款就是买了个房子 mortgage， 这是在加拿大这一生当中贷的款。其中有一次是工商银行，工商银行的他，我一个同学原先是工商银行，他母亲是联行的，这个人事处处长，他岳父是这个工商行的这个行长，就是我们山东的。我同学说，他说哎呀，他说郑总给你贷点款吧。我说贷什么款？他说这个，当时他说当时我贷了70万吧，可能是70万，然后一天的利息可能当时大概有100块钱，然后我用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抓紧还了，我用不着，我对很多人呢，他就是害怕这个。我关键我用不着这个钱呢，对对对。然后我同学最后说什么？他哎呀，说郑总，你还他干什么呢？我说我用不着这个钱，这是第一。你是个老实人啊，那是。啊，对啊，这是第一，我用不着。第二个，我每天还要付利息，我不还他干什么呢？所以就把那个钱还了。这是唯一贷过一次大款，大概是九几年，也是一个月就还掉了。一个月就还掉了。你根本就没想到，我用不着，关键是，因为我做的事情现金流还是相当丰富的，所以一般用不着这些东西。所以做生意啊，一定要做现金流很丰富的。对对对，你比如说 Costco 一开门，哎，哗哗这个现金就进来了，是吧？对，你这个像那些基建呢，像那些那投资很大的，你比如说飞机场。飞机场这种东西不能，这个飞机就这个公司这种公司不能做的。飞机场他们还修高速公路那些玩意儿，那要多少年了？我跟你说 ，WestJet 对吧？但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大的这个航空公司了哈。对对。你知道 WestJet 挣的利润不如一个到了店。对，他们不是说利润，他们竟然赔本。我知道，就是他辉煌的时候，他也不如到了 market。航空公司没有，他就除了那个以外，他其实是国家或者投资人在那里支持他的。因为我跟你讲啊，现在这个你讲这一点很重要。我跟你讲啊，很多上市公司并不是说因为他赚钱了，你知道吗？而是呢，他在市场上波动了，你知道吗？有涨有跌的。但是呢，他不会不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波动，这个投资人投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像那个特斯拉一样，人家就相信他，他就拼命涨，投资。这就对了，你知道这个金融游戏啊，实际上来讲呢，它是一种游戏。对。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呢？是一种惩罚游戏。对。你比如说，你上市了，上市了以后呢，那么你可以去买什么东西呢？就可以去买那些这个挣钱的那些公司，你比如说他一挣一块钱，挣一块钱，你把它买进来以后，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的市你的 PE 可以到20倍。对呀、啊，一块钱变20块了。一块钱变20块，然后你再去买那些一块钱的，那么买一块钱，你就无穷，你不用挣钱的，你最后就把它弄得越来越大了。对呀、啊，直到有一天。你这个20倍再也买玩再也买不下去了，没钱买了。再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玩，你可以玩个几十年，这种游戏。就是刚才你讲的了嘛，你一块钱变成1块钱20块，20块对不对？是吧？然后你给他3块钱，如果你能够坚持。这个你要能够坚持把那个资金分配好，你可能用20年，就是你那个公司的寿命。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最笨的办法，你就在外面成立个空壳公司，对，或者你卖水也不是成立空壳公司，就随便捡一个就行了。现在纳斯达克道琼指数里面，我跟你这么说，你就把你的这个一块钱放到那个公司里，啥也不干。
到年底它就是一块钱利润，对吧？对。然后你再把它收购了，你就可以卖20块。对。唐先生，这就是金融游戏，对，有很多人就这么玩。对啊，就像我们一样，当时我跟你讲啊，当时呢，就是我当时有两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说还不是高手，所以做事情呢比较原始，比较老实，对吧？比较死板。当时有两件事情我没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用到第一笔资金呢，我有那么多资金呢，我就拼命到银行去贷款，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市，那个壳我是想过的，我跟你讲。当时在2007年2008年，他们有些口嘛，他说卖给你30万50万，我就是我听说是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对，就不是有好的，有壳也有好有坏的，对吧？对，他有些口呢是很多投资客户在里面，嗯，就是有很多那个 就是投资人的 information， 对吧？嗯，有些人呢那些有些口呢他那个 quality 比较高，有些口呢可能是什么都不是，对吧？他还没有上市，就也没有名气，然后就被扎下去了。因为当时如果是从银行里贷了款，同时呢上了市，那投资人也不会用找我了，你知道吗？就是你那天讲的那个事情一样的，他只是买股票嘛，他觉得我跟他讲我能够做到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他涨跌他自己买卖就是了，对吧？对，有有，我们就是账面买卖就行了，你觉得好你就多来一点，我赚钱多，啊，这些人就疯狂的进来，对吧？所以真正玩金融玩的最牛的，那就是说这些二级市场上这些玩法，这些文化都太 low 了。真正玩金融玩的最牛的就是那些兼并重组的人，肖建华。对呀，啊，那个是。你知道吧，一块钱他可以变成十几块的。对，那种玩法他是，我跟你说那种玩法他是 大玩家。我刚才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了公司我也可以有那么玩了嘛，对吧？对啊，你肖建华现在，肖建华中国玩这个是玩的最溜的，最后玩到什么程度？玩到他有40多家金融机构啊，不过现在在监狱里了，已经，就习近平把他抓进去了。我发现这个马云也很危险的。不过我跟你讲，这没错，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人呢，你玩到极致的时候，就是到了顶峰的时候，也就是说结束的时候了。物极必反的，物极必反，总是这样，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不是习近平，可能有别人去抓他，对吧？哎，谁站在习近平的位置上，就会抓马云。我跟你这么说吧，肖建华，大家是分赃，肖建华有2万亿。对啊，2万亿，你想想这有多大的蛋糕啊！现在你要想想啊，你现在这个马云这个也不是到几万亿了吗？啊，对啊，所以马云也很危险了，对吧？不，你到了那个程度就危险了，你自己要明白。对，那些当官的一帮人都看着你这个小肥猪，我说那2013年的时候，但是马云说要退居二线了，我说这牛逼的人啊，我跟你讲，这是牛人啊！但是他哪吹得上呢？他妈的还反过来还更搞更大的，你知道吗？这年头年头啊！啊，是啊，你说这个川普总统握手都得着。我跟你讲啊，这次呢，我跟你讲啊，这次呢，其实呢，按理说啊，如果不是川普的话呢，中国政府对马云也不会那么搞，你明白吗？因为川普就讲了，他川普的提醒了这个习主席啊，习近平，就是说，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对吧？这个东西是对他来讲，你看到没有？宣布的就是说，他就是把那个棍棒一挥，怎么样？这个东西确实是革命性的变化，你知道吗？啊，因为你看呢，他什么事情都是国家安全。其实呢，问题没那么严重的，对不对？但是真正严重的呢，是在哪里呢？是这些少数人，就是只小数的人，就是1%。对吧？以上的人，不是1%以内的人，他控制了整个那个，那总统都没有办法，你明白没有？啊，那主席也没办法。这是没办法的事。对呀，啊，你说他前些天刚才讲了吗？那几万个亿这个蛋糕有多大呀？是吧？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这个利益捆绑了，他就是说大的不能倒，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这么说吧，最近
肖建华的公司不是都被接管了吗？对啊，但是派党支部派这个什么都进去了。现在在中国啊，你只要一个企业有点分量的，他一定要党支部，一定要党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对吗？这个东西是绝对的。如果我是设计师，我也会这么干了啊。这个明天系不说吗？他为这几年三年多以来，这个政府使得他这些金融企业就几乎没法经营了，你知道？接管以后，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对，从国外拿回去3-4千亿，对，然后在国内他又几三四千亿，就是这几年他几千亿在运转呢，在还，就是说你不是这个银行出问题了，他就这么来做。这个明天系他并不是想说他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哦，坑了银行的钱，他不是和海航不一样的。明天系是踏踏实实的，他是原先是挣钱的， 对吧？这个肖建华那个人，肖建华呢，他能够从市场上赚钱，对吧？能够呼呼唤雨，因为他的资金太大了嘛。假如比方说，你任何一个，我跟你讲啊，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机构，在那么大的钱的时候，他如果想呼呼唤雨，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吧？啊，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平安银行有一段时间是大家传着他是平安银行的大股东，对，这个他是玩大的。对呀，你知道谁肖建华怎么玩？对，他想用钱把全世界这些优质的公司玩到他手里去。对呀，这心胸太大了。对呀，不过他已经搞得那么厉害了，这个真是。但这个肖建华不管怎么样，这辈子也啥？事实是活不知道，在监狱里蹲着。这个都不重要啊！我跟你讲，这个人呢，他呢，第一，谁都知道肖建华。第二他也搞大了，第三呢这辈子呢这家里人也有，听说他有很多孩子，就说是谁给他生个孩子就是5000万。我说对呀、啊、我说他这辈子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他其实他自己死活也就不所谓了，其实不重要了、嗯、你懂吧、嗯、这个同时他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有机会说让他去搞，是吧？就像那个事情那个博士来一样，那直到老李在死活就现在就是像养猪一样的在牢里养它就行了啊，看看它的寿命能到多长时间就完了，对不对？怎么怎么？其实人生啊，就是什么，雁过留心什么这个人过留名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对，就这么回事情，那么何必要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对吧？是老唐同志也是雁过留声对吧？想当年也准备竞选这个多伦多市长的人物也是啊、嗯、那如果钱我当时有钱的话，我选市长眯着眼睛选，我跟你讲对吧？这不是钱说话嘛，对吧？我跟你讲，要多少钱选个市长，你明白没有？嗯，多少钱选个市长？多少钱？一般是150万左右。那么便宜吗？不是那么便宜的问题，没几个人搞到150万，明白没有？因为竞选呢、啊、你要知道吧，你要竞选当了市长嘛，你如果能够筹款到150万，你就离市长的位置就很近了，就很近了，离那个市长。看谁融资用的最多，他就就有可能因为竞选有两种、嗯、第一你的知名度够大，对，我的知名度当时还可以吧，嗯，第二呢钱也不是问题，对不对？嗯，你想比方说让我去融资个100-200万是没问题，100-200万去融资市长，嗯，那如果是华人支持的话，每个人捐1块钱就够了、嗯、啊，是不是？嗯，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在外面嘛，对这个金融啊、法律啊，都是盲，就是法盲、金融盲，相当于文盲一样的，明白没有？啊？你像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探索了这么多路，是吧？最后搞明白了，搞明白了以后呢，这些人呢就跑了，呵呵，明白没有？啊？做这个金融的确是，哎呀，这个我们做，实际上我思考了也
是思考做也一二十年了，一二十年经验教训什么都经过了，对吧？对，你呢搞半天是，其实你是第一是自己的钱，对，第二呢你是小范围的，对吧？对，我呢是，我跟你讲，我不是自己的钱，我是不是哪个团体的钱，我是社会的，你知道吧？所以那天你要不知道，我那时候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人家说你怎么这么大的影响力啊？开始那个华联会对吧？这多伦多华人最有名的社团，每年春节联欢都是他们开的。嗯，他说你一个企业家、嗯、啊，你怎么能够跟我们社团去竞争呢？嗯、你怎么能够搞到我社团呢？嗯、我说你都没搞错啊。我说我第一我的知名度够高对吧、嗯、第二我有实力对吧对这是第三我有组织能力对不对对啊我说后来搞了以后对吧他们认输了嘛那、啊、一看到我那个后来呢所有的社团领袖都搬到我门下嘛你看我那个视频里面一看到没有嗯那一邀请都来了吧啊那、嗯、二话没得说了这就是我们华人领袖了对不对嗯，然后这样一证监会这样一迷一毁，啊，大家都以为是没得搞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情的，你们啊，我跟你讲，第一是你的思维方式，对吧？是你的影响、组织号召能力，是你的影响力，明白没有？你现在按理说，假比方说明天这个。就这个多伦多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一下子想到老唐他就是一个领袖人物我们就跟他干对吧把自己的风险保就是减到最低或者没有对不对就干他们 就干起来了你懂吗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跟你讲我又不贪钱我又没拿人家一分钱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明白没有啊对不对你看我在法庭里面也好投资公司也好我那些账目是最清楚的对吧就是我拉不拉人家钱拉了人家钱再拿你钱到哪里去妈的我总共发了280万对吧这个是证监会查出来的费用对吧其实我市值的钱就200万啊你明白没有我放进去的钱啊就是我赚的钱我自己的钱啊房子的钱你明白没有还有那个把 Lucy 那个账号从100万赚到600万以后拿的钱也是100万我还给朋友就是那些投资人对我信任的我借的钱我借的这个人的钱借的那个那些大的投资人的钱我都放在里面了明白没有啊就是我自己放了200多万啊等于说我没拿投资人一分钱我还就是我不是说不赚钱不收费吗啊就是没收投资人投资人等于我把投资人干活我一分钱没收因为怎么呢我还没有赚到大钱啊本来我是在2009年那个是3月份到市场最低的时候我怎么把钱放到那里去就怎么不炒作我也赚了10倍了对吧啊因为怎么呢因为市场大跌啊跌的就是像道琼指数这种指数掉了30%-50%的时候你肯定是个买的好机会对不对啊对不对历史上总是这么讲的嘛对吧一般的经过熊市任何一个熊市经过一年或者是两年以后在北美这地方啊在中国不能说因为北美这地方呢怎么呢它是联邦储蓄局天天的看着这个股市的你懂没有当把大家的钱都对吧都丢掉以后它一把就烧了明白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一般的90%的人呢在市场最低的时候是没有钱了你明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自己考虑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亏钱的原因、嗯、对吧因为怎么呢当市场到最低的时候大家都害怕了跑了像不像巴菲特啊人家最低的时候他就是最勇敢了对吧最高的时候呢就是说最低的时候是最勇敢最贪婪了最高的时候呢他最小心对吧然后你知道一般的人不光是一般的机构也是一样的对
因为他高处不走，低处他就没钱了，走不了了。对，高处如果说你走不了，那低处你怎么能有钱呢？他又给你跌回去了。对，高处到低处的时候，至少给你，你的财富就至少要消耗70%到80%。对对，到低处的时候，你是有股票没钱。对，如果说你再更惨，那你是什么呢？到低处的时候，他又割肉了，没钱了，再加上用杠杆。对，那就是倾家荡产了，对吧？杠杆就很多就死掉了，就倾家荡产了，就没办法了。所以你要有个股票，你还有点根呢，说不定就涨了，反正就涨上去了，对不对？对对。呀，你有个根，就是很多人就买了股票就不卖了。过十年八年，不是我有个朋友，他和巴菲特是见可能照相最多的一个，我那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一只股票叫 AMD 的。那这 AMD 的，哎呀，总算盈利了前几年。他说，我说你不错啊，盈利了股票。你知道我这个股票存了多少年？存了接近20年了，盈利了。AMD 的嘛，那是经过大风大浪。这几年成了大牛股了，对吧？对。但是你别忘了，他买这个股票放了20年。当时的时候，你知道被那个 AMD 比那个 Intel 是压的是喘不过气来的。啊，对啊，这两年成了大牛股了，对吧？对，现在 Intel 又不行了嘛。所以这个企业呢，其实呢，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就是一定要有金融知识，对吧？要学习这个东西，对吧？要有经历这个东西，对吧？现在假如说像我们这样，你经历的多了，大家都聊聊啊，弄弄啊，讲点一些实在的。那有些东西把看图啊、表啊，他妈的，这个上市场上闭着眼睛就把你套进去了。你怎么样出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关键是你知道吧，关键这里面这个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啊。对，股票市场呢，那么说白了吧，最终还是一个价值价格，当然中间有些操纵，还有一些强盗。你要从投资的角度讲呢，是价值跟价格，这个是理论跟但话说回来，什么是价值，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是你怎么定呢？对啊，你这个价值，我价值和价格是有区别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对,、啊、对吧？对啊、但是价值，你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不是，关键问题是你。咱就说比特币吧。对。比特币想当年10000个比特币买2个比特。对。和今天的比特币，一个比特币24000块钱。对。那你这个同样也是个比特币啊。对啊。它的价值。并且他那个时候还小呢，现在还多了呢。啊，对啊，所以你说你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价值投资一般来讲呢，它划分这三类。第一个是资产，资产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动的，是吧？那这个实际上来讲，土地啊、房屋啊，这如果它有价值的话，有可能它升贬值的。那么第二个是挣钱的能力，对吧？对。这个企业呢，那么你有挣钱的能力，你就说像 Costco 每天一开门就有现金流进来，对吧？然后呢，一般来讲呢，它可以到，Costco 现在到20倍的市盈率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作为一般的投资人呢，他应该投这种现金流多的，就是每天能赚钱的。那么第三死掉的，就是巴菲特的理论就这么来的。第三类呢，那么就是成长股，对吧？对、啊。它就是不断的成长嘛。那么成长呢，就像特斯拉这种成长股，你这玩意要看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吧？很难的看到你这个事情。其实呢，特斯拉这种股票呢，你要看的是 Elon Musk 这个人。对啊，你关键得看中这个人，你知道。就是第一呢，你要关注他从哪里来的，对吧？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经验。要往哪走，对吧？要往哪走，你就天天就是看到他，你说的是研究最好呢，你就根据他的这个动向去投资的，没有什么你要看财务报表啊，你肯定是都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其实你投企业的话呢，投的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家，对。那么这就是第三类投资的核心了。对呀、啊，你这个企业家，当你买进他的股票，那么你知道他有竞争力，知道他么的话，那你就可以躺着压岁大觉。我这里就是讲啊，对，他就拼命给你赚钱去，因为他有竞争力嘛，他把这个竞争对手一个打败。你这就讲的核心了、啊，这个赚钱呢，你首先要找到一个
能赚钱的人，或者是这个赚钱的企业家，对吧？对。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了，他如果赚不了钱，你也没办法了，那你就找另外一个。他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打趴下，对，不是你，对吧？你看马云，对，如果说你投资马云，到想当年像孙正义，孙正义投资马云2000万，现在你看牛到什么程度，对吧？200亿，2000个亿了，对吧？对，他是对2000倍嘛，对吧？这个两千倍啊，两千万，2000万。马云不是那个孙正义呢？他就是专门做这种事情的，对吧？他是做。那我跟你讲啊，假比方说，我有10个亿，对不对？我就100个亿呀、啊。嗯。我跟你讲，你要去，我帮你去选10个这种，叫做什么新兴的这股票，我眯着眼睛可以5个是成功的。我跟你讲。一般的人没有5个成功的，只有2个，他有2个就够了啊。但是呢，一般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这个创投吧，就是说这种孵化器这种投法呀。第一，你看准了以后；第二呢，你要跟他保驾护航，让他有不足够的资金去弄下去，不会死掉，明白没有？因为只死掉你也死掉了，那你就前期打水漂了啊。是，这是其实呢，那些这个创投呢，你就要给他一定的这个，对吧？保驾护航、资金管理的、金融这个。做创投的人，你知道吧？做创投的人相当不容易，他得站的。他呢？对呀、啊，他必须要有眼光，对你这个人认同，对吧？然后呢，要有胆量投进去这个。关键难在哪里啊？眼光从哪里来？除了你的眼光以外，你得有信息、啊。眼光就是你要有经验啊。有信息，有对眼光是对未来的判断嘛？那是趋势，对吧？那些东西都。反正每个人都在给你吹呀、啊，他会告诉你未来怎么样，然后你要听得清楚，能够判断出来，就讲的是对的，对吧？你关键判断谁将来能赢呢？这是一个核心啊，对吧？你将来能赢。就像孙正义的地方呢，他第一，他手上那么多钱，就像巴菲特一样。他人家都会去找他的，你讲比方说你所有的人来找我，对吧？我手上有这些钱，然后呢，当年他差点破产了，也是。我是对，他也搞了一个深圳业，差点破产了，对吧？对啊，他欠银行的钱太多了。他这个人的胆子很大的，他这个杠杆很高的啊。他欠银行的钱。他是不怕用杠杆的，对吧？对啊。不关键问题是，就是说你要快破产的时候能够起来，那就是牛逼了。所以这个价值这个东西啊，我始终在考虑价值投资这些东西。对，价值投资这些东西呢，如果说这个风过去了，这个价值就会贬值，你知道吗？所以呢，价值这一点呢，你就很重要的，价值也好，价格也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相对论的问题，对吧？对啊，也是一个动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市场的问题，是吧？就市场决定你这个价值价格的问题，对吧？因为你要如果不知道，我那天啊，我以前的时候听到人家讲的话，这个金融呢，或者是你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好，这个东西是一个风的问题，明白没有？这是一股强大的风，那你价值价格都高了；如果是一个弱风，就是低的，你没有风就没有价值。你在如果你一个市场上一个上市公司在那里，对吧？你刚才讲了，你又不收购，你也不合并，你也不又不找那种有赚钱的能力的人，你就放在那里，那个股票肯定死掉了。我跟你讲，你不很多股票在那里，它不会炒作，没有一点动静，谁也不管，放在那市场上就10年8年就没有响动，那没钱。我举个例子，像加拿大的这些公司，对呀、啊，加拿大的这些公司都是些资源为主的，对吧？对。那么他们有很多的，他是有土地的，有矿山的，对吧？对呀、啊。但是他就是连100万都不值，对，几分钱一股，对吧？对，有的还零点几分钱一股，对。你说他有价值吗？对，他应该有价值啊。对呀，有土地，有矿山，他怎么能没价值呢？人家没人去 care。我跟你讲啊，你在市场上，金融市场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有没有价值的问题，是在于有没有人喜欢你的问题。所以谈上我是说这个价值问题啊，如果说在股票市场上一定说你得知道风往哪里吹。我跟你讲啊，这一点就很重要，核心很关键。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借东风啊。
懂吗？你知道，你知道我给他们2018年，你知道我对自己怎么定位的吧？嗯，我说我就是个望风人。嗯，风来了，我告诉大家哦、嗯，风来了，风走了，然后这风去了，我就做这两件事。当你在金融市场上毕业的时候，你就是做你这两件事情的人。我跟你讲，我跟你这么说，2018年的10月18号，对，我说风来了，对。第二天那一天就是中国股市的中国 A 股的底部。对。然后今年的4月21号，油4月21号那天晚上，我在这个群里发，我说油这就是底部了，了也就是说是风来了。对对对，你就能够点到这个底部或者顶部，对吧？底部呢，我点顶部可能不是太准，抓但是我点底部。我告诉你啊。本来是抓顶部比抓顶部难得多，你们那底部太难了，底部是太难，底部容易一些啊，顶难。你看看这个顶，你看加拿大不过美国那个市场，我跟你说10几年了还没到顶呢，从那个对啊，从09年开始一直涨到19年，你也没到顶。现在搞半天一下子掉下去以后，现在就完了，还是没到顶。底难在哪里啊？底这个东西啊，它是，它除非有特殊的因素，你比如说特征大盘，那么它是到不了底的。所以难在你得等，这个底不是说你预测的，那是说各种力量都到那个时候，一般呢，它才会到底。这个底呢，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一个大的风暴来了就底了。你看，比方说，像那个08年对吧？09年的时候。然后呢上次那个疫情的时候对吧，但是呢本来这次疫情呢这个底是要一两年才能到的，谁知道这个联邦政府一下子放水大量的注入这个现金流对吧，实际上这个流动性就增加，然后呢现在呢还有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票子印多了以后吧，那不就在跟一张纸一样的吗，那这个东西是膨胀期待，真的没有边的。你现在讲了哈，对吧？你刚才讲了，它那个是纳斯达克指数，对不对？从最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啊？现在涨了5倍了吧？3倍。2009年的3月份到现在。然后09年到最高的是10倍了。我说今年3月份，3月23号。到现在已经涨了3倍了，还是5倍？纳斯达克怎么那一年涨3倍呢？它不可能是这样。不，今年已经不是一年涨3倍，从最低的地方到最高的地方，现在已经是3倍了。所以这个现在比特币已经涨了5倍了。所以股市，哎呀，股市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钱就是个风，对吧？你要搞清楚这个东西，钱从哪里往哪里刮，哪里对风就是风从哪里刮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没边的，如果是台风那就刮到没边的，对吧？啊，你假如说这次是台风，这次联邦局搞的就是台风嘛，啊，对，在飓风嘛，你说这个股票涨到3万点，在道琼指数是不是到顶了呢？其实呢，我们这些手段都是很小的手段，像望风的，这都是小手段，还有那刮风的呢。对对对，我跟你说，你望风的就是说你是一个哨兵。对呀，人家是说人家是呼风唤雨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来刮这个风呢，我有钱我就可以刮风啊。对呀，不，你现在什么刮风呢？就是像那个像马云一样的，或者是像那个 Tesla 这个Elon Musk 对吧？或者是还有特斯拉一句话就他在股市里面，他是股市里面他是刮风的。对，最大的狂风暴雨是哪里刮呢？就 Federal Reserve， 就是联邦储蓄局在刮的，每个中央银行在刮的，对吧？还有几个层次。我们你知道我们投资吧，搞半天我们就是观望对吧，观察，作为一个很多人呢就是一个观察家对吧，或者一个，但是呢比那些从来没有不懂的人又好了很多对吧，这个都是所谓的分等级的对吧，分层次的对吧，
现在呢有个好处呢，就是说呢，我们呢，因为我跟你讲啊，我这一辈子呢，投资这三十，真的从90年差不多93年开始吧，近将近30年了，是吧？就像你刚才讲了，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反正呢也见过，也避免过啊。但是呢，没有在那个就是大跌的时候赚大钱，那么本来是看好了，哎，风来了要风那去了，那个是可以赚很大钱的嘛，就是做空嘛，对不对？啊，风呢已经来了，清清楚楚了，但是还是不做空的，总是不甘心，老是去想要做多啊，明白没有？就是后来就不做了，哎，不做吧也还不错，就是说啊，这就是在金融风暴里面，它这个就是2008年到2009年有一年的这个大的这个调整，对不对？那这个是不亏钱，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其实现在最好的呢，就是你太太吧。给我现在最牛逼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在最顶部的时候，能够做空赚一把钱。因为上次那个啊，顶和底都是得等的。对对对，顶和底你都是要等。要耐心等。你像如果没有刺激贷的话，他这个也没有2009年的金融风波。对，有的时候一场风波它是由一，但是一个原则是什么？这个金融危机绝大部分是因为债务问题造成。现在呢，大多数的这个，我现在发现哈，美国的巨大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呢，或者是巨大的这个风暴呢，是联邦产生的，你懂吧？啊，那是肯定。他对呀，他们是呼呼唤雨的那种，你懂吧？那是真正八经的。其他的呢，就是因为啊，企业这个生意经营不好了，整个经济不好了，这种引起呢是第二级别的，对吧？第三个级别呢，就是说过股，就是哪个公司啊，在哪一个行业里面，像 Amazon 啊。他能够一个电箱啊，把这些小的企业就做了，是吧？啊，那中间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连这个连美联储，你知道他控制这个膜，他是控制什么呢？一个就业，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呢，那么这些都要达成一种平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价，那么这三个要平衡。那么我如果说就业这个来就业率太高的话呢，他就会放水，因为什么呢？放水刺激经济。其实呢，我跟你讲啊，他们在这个就业这个事情呢，其实呢，这应该是政府管的，不是什么联邦局去管的。他们就是印钞票。打着水龙头啊。你别忘了是美联储讲的，啊，不，现在是关键问题是现在就是说美联储它在控制整个国家整个经济，然后整个世界这种事情。看你说你不是啊？假如比方说啊那个爸爸，对不对？你说我给你一个工作，我就把你一把钱给你，你就工作了。这个工作嘛，它是要根据经济社会需要，对不对啊？下一场风暴是应该是超发货币，物价上涨。对，你知道现在今年你看一下，今年的这个铁矿石已经涨了一倍了。哦，真的。现在我跟你讲啊，你刚才讲淡水河谷和实际上全世界的铁矿石就是控制的两家手里，淡水河谷和力拓，对吧？就控制的两家手里。今年的铁矿石，因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对，那么它少进口铁矿石，但是呢，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整个铁矿石涨了一倍，那么铜也在上涨，对吧？对，那么石油也在上涨。按理说啊，这个经济不太好的，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讲的涨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估计有可能这个大宏商品的一种牛市来了。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有这个东西刚才讲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那个联邦局去印的钞票的问题，因为人们现在人们要买，不过我跟你讲，现在人家要买点硬通货，
对吧？非钞票的东西，对吧？你讲的房子现在也涨了，你怎么样啊？啊，明天我跟你这么说吧，嗯，经济危机来了，房子也得跌一半，忘记就是了。不，倒是一样。普通情况都是这样的嘛，经济危机来了，房子也掉，股票也得掉，对不对？对。现在是房子也没掉，股票也没掉嘛。对呀、啊，是。对吧？所以大家都在。那你这个铁铜什么？这些在涨。对呀、啊，那都在涨嘛。这个明年有我现在也在这个稀土也在涨，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涨啊。现在对啊。现在问题是现在跟你讲，现在社会在不断的变化呀。我跟你说，你知道机会在哪里？嗯，这个加拿大这个股市十年才涨了两倍啊。对，它不涨，没人管它的。我跟你说啊，它在加拿大根本就不重视它。它那个温彻指数也没涨多少。对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不涨？因为美国把它搞去了。因为这十年涨的是科技。对呀、啊，科技、人口、资源、环境。我告诉你啊。美国的高科技这些大头把所有的钱就像那个一个磁铁一样的把那钱都吸去了，那么没人去关心那个，没人去关心那个小股票了。我给你都吸到他那里去了。对呀、啊。但话说回来，那个科技涨了以后，这个资源它就不涨了吗？它早晚得涨啊。资源你要有耐心的时候，它肯定会涨。现在就开始涨了。现在有几个人有耐心呢？现在就开始涨了。一开始讲就喊他们大家去买吧。我跟你说，唐先生，明年如果我因为我的预见的是，明年加拿大的股市就得了，因为它都是资源。那是这个跟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明年，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年，或者是今年、明年、后年，就是哪股风刮到哪里来了，那就是哪一年。现在已经风开始刮了。哦，有点风了是吧？你不能等着风刮大风的时候，那价格就涨上天上去了。对对对，那是。我不跟你说要我跟你讲要看风口吗？你要有看到风头了，就那就。我们就说句话，像我就是望风的，它风已经来了。哦，那就好吧，那就大家投了，对。对吧？你说加拿大这些资源股不可以仔细考虑考虑了？对对对对，然后呢，再和中国结合，中国那些都缺资源的，对，有钱缺资源。上次很多人就是说要我到加拿大给他们买了一些资源股嘛，买了一些资源嘛，对不对？那我如果买的那些资源股份了，然后那些资源我就卖给他嘛，啊？而且呢，大机会是把加拿大的这些资源股让中国那些上市公司买掉，你明白吗？对，至少十倍的利润。现在中国本来就有人要我去干这种事情。哎呀，你唐先生，你这个人呢，我跟你说啊，吹你能吹得很高，但是你落不到地下，你知道吧？不落地，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知道买什么吗？你知道买什么吗？啊、你能落地吗？我问你，他们准备买锂矿买什么？你仔细研究过吗？当这个风过去以后，你可能说，哎呀，这个锂矿公司涨了十倍了，那是马后炮。现在你知道他们能买什么吗？他们呢？前面几年的时候呢，因为怎么呢？前几年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讲，我在两千零几年的时候，我在上海交大有个教授吧，他就是专门搞讲这个加拿大资源的嘛。他说你就是到加拿大，因为你要如果他听了这个东西，他有组织能力，对吧？那些投资人那个，我们在加拿大买了些什么木材啊，或者这些这个资源跟股份啊，那些这个控股啊，那肯定有很多人会愿意干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因为我呢，很长一段时间，你知道，我呢研究了半天以后啊，我跟你讲，你听我说，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刚炒股票的时候，我也是炒这种加拿大的资源股，你知道吗？那就惨了。啊？不惨，那天天就涨来涨去的，反正就是像那个炒那个，就那个炒那个 option 一样的，那老是就是波动来波动去的。加拿大的资源股现在跌了95%以上了。对呀、啊。那不，那问题是在你没有说买在那里不动嘛，那这炒啊，那就是。那你说句不客气讲，就说加拿大的资源股现在0.几分的都不少。
对呀、啊，那我们就买点这种东西放在。不是，你一个是要研究清楚，第二个要想清楚策略，要把出口想清楚。既然是投资了，对，它便宜是便宜，那么便宜呢，你要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东西研究透彻它。那么便宜，但是第二步就可以搞创投一样，你要知道怎么将来怎么卖出去，不仅仅是考虑怎么买进来。对对，那么你卖出去呢，那么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呢靠着这个风口把价格抬上来，对吧？对对，那么第二个呢，你就并购重组永远是大手笔啊。对对，你把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啊，我在什么时候呢，在2000年以后，这个股市就是纳斯达克股市以后吧，我在很长时间，我后来就因为股票吧一个个的炒太费劲太费神，后来呢，我就是对这个外汇啊，跟这个指数啊，就研究这个宏观的这个事情去了，对吧？你呢是研究这个资源的好，你研究板块也好，这个东西你慢慢去研究。我们就假如说你成立一个基金啊，我跟你说谁研究的谁研究的最清楚啊？嗯，研究的最深啊。嗯，国企。国企我知道。这个易德的易德这个国企研究的最深，你知道吗？对对对，我才在美股上才待了一年，所以就让我他也就是抄这种小股票抄起来的，他是 penny stock 起家的嘛，对吧？对啊，他是踏踏实实的在上面。我们是做这个，我们是做宏观的指数。你宏观怎么能做外汇？宏观如果说光把他自己的腿弄到天上去，你有啥用呢？你这个宏观和微观必须结合的，这个两不，这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它不一样，你对你怎么在北美这地方嘛，你可以专门去做宏观的，对吧？你也可以专门去，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你假如比方说为了公司炸一点，你也可以搞个微观的，你就搞那个，这是你的兴趣所在啊，我没这个兴趣了。现在年纪大了，我也不会去研究哪个股票谁是谁。我现在只能研究美国联邦局势区要怎么弄了啊？这个美国政府想干什么了？那你美国联邦局是不是在火星上是个分部？对呀、啊，我现在就是说圈了，我就盯着他，对吧？他在想什么干什么，我就是干这个。月球上怎么弄点东西、啊？对，怎么样在月球上搞点土啊？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OK， 好。我们下次再聊聊啊。嗯。吃饭去了。去吃饭吧。嗯。好。